你好，我要两个土豆泡夹馍。我要那个全家的吧。两个。多少钱啊？好。现烤的饼非常香。先来颗卤蛋。这个店是不是开好久了？28年了。香肠也安排上。这个是花干是吧？上下这啊，我多要点辣。别过了龙，加点包菜解腻。这辣椒油看着也太过瘾了。好家伙、啊、这饼比我脸都大。饼皮上也刷的。排了很久的队，必须多买一个。还是来求光，小到我念中掐指一算，只点个一。这个辣椒油不是很辣，但是特别的香。家人们看着馋不馋？你我二人在此生命中早注定。谢谢。你好，弟弟，这个菜夹馍怎么卖？我要菜夹馍5块一个。5块一个，行，我要一个吧。我都要吧，我都来一点点。5元可以自己随便夹，夹到饼塞不下为止。我要录视频，就让小老板帮我夹了。这个是胡萝卜吗？对。你喜欢吃什么菜？我可以给我做，给你多加点。行，我多来一点海带丝儿吧。这个小咸菜很有味，豆芽菜也来点。这是啥菜？这是芥菜丝吗？就是这个白色的，这个。是。土豆啊啊，这个菜太丰盛了，好多呀！有20斤，辣椒要辣椒要。哪一种？这个是油泼的，这个是炒的。我来油泼的吧。这个是不是还能加那个花干？可以。我来一个吧。要花干吗？花干、鸡蛋我都要吧。好。这个馍真的，来一下饼，分量好足。我想浇点这个肉汁行吗？好，可以。谢谢。太大了，根本吃不完。你好，哥，我要一个孜然牛肉夹馍。好嘞，要优质还是普通？要优质，跟普通有啥区别呀、啊？一个肉多，一个肉少嘛。那我要肉多的。好嘞。啊，不要肉是吧？要肉，要肉。啊，要肉。啊，我一太多了吧。哦，这么多呀！再给30吧，便宜点。我长得像大聪明吗？来，你稍微往后点啊。要表演才艺了。老板主打一个火上浇油。看见了没有？要辣椒。要多还是少？多来点。辣吃了不管啊。好。竟言自己我吃辣的能力，好家伙，这辣椒不要钱呢。放入各种调味料。我这样一个多少钱啊？这个20。好嘞。你要觉得便宜的话，你可以比30、50也行。我觉得刚好。满满当当的，来，你拿着啊。好，谢谢。好嘞。你好，老板，我要一份这个裤带面。这是怎么卖啊？大碗。我要小碗的。
好。来西安后感冒了，鼻音很重，家人们多担待。来把小青菜。它这个裤带面跟凉凉面是一种面吗？其实都差不多的，凉面面就厚一点，窄一点。小份就是四根面是吧？嗯。这个不够吃是可以免费加面的吗？啊，对，是的。哦，好好呀。加入各种调味料，三合一就是素臊子，又臊子再加油泼。这个肉臊子里面是什么肉呀？来两勺葱花。我多来点辣子。蒜泥。芝麻。辣子浇上夜油，香迷糊了。你好，阿姨，我要两份米皮儿。好。这个是怎么卖的呀？7块钱一碗。好呢。这个都是每天现蒸的是吗？啊，这不每天现蒸，这个很好。啊，这个大刀也太酷了。您这个店开了多久了呀？8几年了，你这总店可挺资了。哦，这么久了，比我年龄都大了。这把刀看着时间也挺久了。哦，这刀这个。一般右边人家都是拿机子切，来这都是刀子切，比机子切的好使。比较传统的手法，我想多要点辣椒。没问题。这个是啥呀？这个是盐，这个是味精，这个是葱油，三只。这香味全描在这个油里头。这个辣椒油好香呀，这是味道在这个里面。这个是什么菜呀？这是甜菜。哦，谢谢阿姨。您好，老板，我想要一份油茶。你要几根麻花？我要两根麻花的吧。嗯，这样。硬点还是软点？我想一根硬，一根软吧。这要多少钱？啊，两根一共6块钱。好的。感冒还是没好，很难受。黄豆啊，你说一下。黄豆少要一点吧。这个面名是什么呀？这是那个芝麻，还有花生碎。啊，这是提香的是吧？还有麻叶，这是复杂的。好，是不是还有粉蒸肉夹馍呀？是，我再要一个粉蒸肉夹馍吧。谢谢。西安下雨天的清晨，在老城区居民楼下的小店吃顿早餐，真的太惬意了。这个就是那种荷叶饼是吧？对对对。它的味道是那种微辣，然后带点麻的。微辣带麻。